年轻，我涂抹刀子，又掉粉了，我不做美食了。那你想干啥？我想做美发。就你，你可真是禽兽的感觉，不值得高低。炸！我能不能不染？其实我是一个被美食耽误的美发师。你看这还有个主动上门的呢，你这头就放心交给我吧。行了，等半小时吧，给我整饿了，搞个饭团起起吧。吃一个，来两百扫一下。两百，你相机边的饭团啊？我这个费200贵吗？过去了啊。今天培根来，剩了一些边角料，加点白糖，特别像小时候吃的那个油渣。嗯，我来一下。Later。哎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年轻。我涂抹刀子。哎呀，我这怎么见人呀、啊？第二步骤染发费2000，付一下。刚才不付过了吗？刚才是漂色，现在要染色，付不付？哎，你这也太黑了吧！哎，行，过去了，赶紧啊！